体推动沿台风强烈双风五港，头场沿都本内屯多位，共在十多动力海，十几多台船的淹唔得。做派的村民又接种验证台东来发生意外，就算五名反映的按冬年，验证府每当年去同来前台。不过今年将前台不是积极为又会再过十度，验证府的相关单位都都无奈何。验证工厂的费用有限后，故所就改去争取五公发动积极免补助，按算提年代前就要请后生。建于1966年历史的双湖五角是台东南非地区唯一的五角，不过中年设计有问题，即使本省的实体工厂太顺利无下停，竹排村民因为堵到太浪变沙，当中有五名因为一样发生意外。了，属实新的咯，呀，政府是台式，哎，我也都拖开个，让做较好啊。小型的渔船能进出了，所以大型的渔船可能没有办法在这边。故说地方政府当年做一边预算来倾移，不过沙西石头一直去扬冲，当只系增一贴，莫去叫伊过一摆石贴。不过同县政府竟然变呢800万倾移的经费竟然用贴，将做一等发动经营补助1600万元的经费，发包完成过来继续业。不过唔免生因为一沙系将系资本无资本。治本的方式当然目前来讲是有难度了啊，至于说这个在用菌杀的方式，大概目前我们会继续来争取经费。做骨卡出来的吼，只杀一个往外流的机台，爱就无爱。吴明强调，早期台湾省政府是研究规划土博板藏率，都是改善沙石体的问题，沙石无执行，考察到公部门经费有限条，无办法有效的解决沙石多的问题。亚路吴明也抢做的蒙田土塌，为了惩罚继续留露天工表面，黑新闻陈启明，台东报道。